大家好，我是钱财。今天媳妇没在家，菌子都洗好了，不想做饭，走，带着菌子去朋友家蹭饭去了。用袋子装起来，连盘子一起装了。路上灰尘大，菌子我已经洗好了，用袋子装起来，这样的话方便一点，还干净。来到朋友家外面了，最后他应该下班了，走，先去看一下。我朋友每天都上班，没有空去捡镜子，我今天提着镜子给他一个惊喜。没事看着呢。我怎么没感觉我打进来那一刻，湿了，裙子呢？来，我看。我朋友还没下班回来，就他媳妇在家，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啊，菜就让他做吧。他们家小宝宝好乖，小家伙在这玩着，你妈妈做饭喽。还有几种奶香精在里面，这种奶香精的话要翻碎点炒出来才好吃。看到了吗？咦，这小家伙不认生，我带着他也挺乖的。我待会孩子功夫，我大兄弟回来了，跟他媳妇一起做饭，还是个勤劳的男人。来朋友家吃饭，他媳妇太客气了，做了这么多菜，做了这么多肉，太客气了。你别听啊，没有多少钱吃啊，就。五块钱，一次还200元，太高是。相当的吃。班长不想想，你时间久了，兄弟朋友几个没有聚在一起，聚在一起吃顿饭挺好的。